我是YouTuber露露露。这次要分享的主题是《原神 3.4 版本千惑沙地的圣章石搜集跟跑路线全攻略》。在这个新版本中，沙漠地区一共有48个圣章石需要搜集，完成后一共可以获得160原石以及成就帕维兹拉万赫瓦拉。在影片中也会分享一些搜集圣章石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影片中附上挑选的沙漠风格音乐，让大家在搜集圣章石的过程可以更加享受游戏的氛围。最后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的频道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